最近我找了一部新的仪器，叫做素颜光，简称就叫 C+B 啦。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是跟 Fessel Firmarch 是同厂的。它们的仪器确实除了拿了 FDA 和有权威性之外，它们的疗效安全度确实是最高的。素颜光简称就是 C+B， 在香港率先引入回来，大概香港依家有两部，我哋就是其中一部啦。佢有咩好处？除咗佢系名牌厂出嘅之外咧，有品质嘅保证，效果完全唔需要担心。咁而 Sota 嘅厂咧出咗好多咧，都系权威医生认可、供应有效同埋安全，亦都咧好多国际级嘅巨星咧都用紧，例如 Fessel 啦、Firmarch 啦，大家都好认识嘅啦。咁所以我对佢哋原厂出嘅仪器咧，我系好有信心嘅。當我試落個面度之後，我發覺 C+B 素顏光呢個儀器咧，真係好到不得了，佢可以咧同 Firmarch 咧係媲美嘅。